条子，怎么了，老婆？你看这地方乱糟糟的，你能把你东西拿走吧？这回就立正得了。老公，嗯，我们家那辆车该换一辆了。都不行了。哎呀，这用一年嘛。不是，为什么呀？我们又不是买不起。老婆，我告诉你，你记住，这个世界上虽然说有些人他不一定希望你过得不好，但是他们一定不希望你过得比他们好。在这个世界上，因为你过得好而开心的人只有你的父母和你自己。咱们还是低调点吧。不是，那咱家那电动车都骑好几年了，破的都不行了。那就坐公交呗，那2000多块钱买的呢，那说就换呢。